文学天空专注，主打小说、散文和诗歌等作品。如果你喜欢文学天空，请分享到朋友圈。想要获得更多信息，请关注文学天空。散文之窗，1960年，深秋。那年我14岁，在河南城中学读初中二年级。那天傍晚，我放学回家，兴冲冲地对母亲说，参观天安门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，回来还要写作文呢。母亲看我高兴的样子，也高兴起来，但紧接着问道，你们怎么去？母亲用双手轻轻地按住我的双肩，很抱歉似的，睡在教室的课桌上你会被冻坏的。我不听，我就去，我还没去过北京呢。母亲叹口气，连夜将我夏天穿的大裤衩接了下半截，颜色像耗子皮，这样我就可以穿上两条长裤子。他又脱下自己贴身穿的束腰子，包住我的前胸和后背，外面再穿上平时的灰布褂子，这才说，凑合吧。第二天下午，我们初二年级三个班的同学，100多人呢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排着队伍，举着小红旗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向顺义火车站进发了。15里路，越走越热，等登上火车的时候，我已经冒汗了，我心里想，冷什么冷，我还热呢。到达北京站，已经华灯初上了，刚一下火车，登上站台，我就感觉到寒意了，冷风从两条铁轨路基卷上来，在站台上盘旋，我随着队伍往外走，越走越像钻进了寒冷的冰道里，两边墙壁镶的白瓷砖好像挂了一层白霜似的，我涉级而上，顶风逆行，我盼着快走到尽头。可到达地面出站口，竟又是空荡荡的，呼呼北风把我都刮呆了。两个工人模样的人，一人穿棉猴，一人穿皮褛儿，把身后的连接帽子都戴在头上，缩头迎风，手里举着全国总工会的旗子，旗帜在风中哗哗作响，似乎在欢迎什么人。我裹紧身子，坚持跟上队伍，可越走越落后了，两条腿跟板算似的，风小脸摇手，上下的牙齿在打架，鼻子发酸，眼发辣，两颊脑仁疼，我真有点受不了了。哎，悔不听母亲之言。哦，是陈老师，叫我们的副科政治课的陈玉文老师。他庄重别样，齐耳短发，眉眼间洋溢着温柔，脸色红润，总面带微笑，身体微胖，个子挺拔，头总是微微向后仰过去，给人和蔼可亲又为一万种的那样感觉。陈老师面对面的注视着我，眼神很温暖，我觉得他形象好高大，学生对老师的那种距离感一下子缩短许多。他像母亲似的用温暖的双手按住我瘦小的双肩，你冷啊，穿这么少能不冷吗？会更冷的。他边说边脱下他的外衣，宽宽的栽绒领子的小大衣披在我身上，我固执地挣脱着，我不冷，我不冷，服从他把我的一只胳膊塞进还带着他体温的棉大衣袖子，我又自觉地把另一只胳膊伸进另一只袖口，他给我扣好了胸前三个大衣扣，又撑了陈前进的下摆呀，虽说是小大衣，却已遮盖过了我的膝盖。他眯皱着眼睛看我，漾着温暖的笑意，这才满意地说，一股暖流舒展开来，发紧的心松弛下来，春天般温暖和母爱的温馨在我瘦小的身躯上弥漫开来。这时我才傻傻地问陈老师，那您呢？陈老师将身体向上拔了拔，大概是藕荷色圆领，胸前似乎还装饰着一朵花，向前轻盈地跑去。夜里我们全体同学就睡在26中学的教室里，四张课桌就组合成一张大床，我有陈老师的小大衣，整个身子都蜷缩进去，就像睡在温暖的家里，睡在温暖的母亲身边，温暖呀温暖，睡得踏实，我睡得好香。第二天当阳光温暖的洒满天安门广场的时候，我们100多同学已经步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石阶，蓝天白云
红墙绿瓦，天安门雄伟壮观，金碧辉煌。我们仰望着人民英雄纪念碑，真高啊！我们认真地听老师讲，那一组组安详的浮雕所展示的故事和含义，都用小本子认真地记着，眼前的浮雕生动起来，我也心动而激动了。当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找到陈老师，要脱下小大衣还给他。他温暖的双手又一次按住了我的双肩。不用，不用，你穿回家吧，路上还会冷的，我下星期一才能回学校。今天才星期六，他很快走掉了，我只能看到他轻盈的背影。回到家里，母亲看我高兴又温暖的样子，很是诧异。我指着已被我叠好放在炕上的小大衣细说原委，母亲很是感慨，好人呐，好人，要没有陈老师这件小大衣，你可就惨了。这本应该是当妈的事呀，母亲有点内疚似的，边说边检查我叠的小大衣，你这样叠不行，你看在龙领子有点感发了，你看打肩下有一点脏了，你这孩子，这么贵重的衣服你怎么不知在意呢？然后用一块干净的蓝包腐皮将陈老师的小大衣方方正正的包好了。星期一我就背着这蓝包服上学了。在课间时间，我喊一声报告，推开了老师们办公室的门。呀，那么多的老师在办公，因为我是捧着蓝包服进门的。那么多老师的眼光都投向我，意思问你找哪位老师，瞥了一下我，怎么不穿了，不穿了，我边说边解开蓝包服，把脸转向我，又是一旁边有一把空椅子，就放那儿吧，静怔怔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过一会儿，陈老师好像意识到我的继续存在，又把头转向我，你还有事吗？我局促起来，赶紧说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然后仓皇离去。刚到门槛，陈老师喊我，那同学你回来，把蓝包袱批拿走，你还忘了给老师鞠躬了呢，却忘了给陈老师单独鞠一躬。在老师们温暖的笑声中，我匆匆逃走了。但我的作文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。我的语文老师鲍英武在全班用顿挫抑扬的语调朗诵全文，评语是重心突出，层次分明，语言生动，充满激情，主题严肃却如沐温暖春风。作文参加了全校作文展览，并被网上推荐了。弹指一挥间56年过去了，这件事时常萦怀在我心头，不断的在咀嚼消化，那情那景那细枝末节挥之不去。那时我真笨，竟没有当面向陈老师说一声谢谢。那时我真傻，我竟忘了向陈老师单独鞠躬呢。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陈老师的庄重、别样、齐耳短发，头微微的向后仰过去，面带温暖笑容的威仪。他用带着他体温的小大衣曾温暖过一个农村瘦小的少年。56年后的今天，我专程拜访了刚从美国归来的陈玉文老师。他一码头插灰板银发，却面色红润。我向他提起50多年前的这件大事，他扬起眉毛，一脸茫然的回忆，有这回事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他教我们副科，一个月才上一次课，好几个班，几百名学生，他不会记住那么多同学名字的。他一从不会将此类事留在自己的记忆中，但这并不重要，他只是记住自己曾是学生的老师，而学生曾是自己的学生就足够了。他用温暖助人，完全出于一种人性天性的基本性，爱在心中，爱在爱中。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亦在于此，但我必须将此事留在我一生记忆中，这记忆总会被无端地撩拨起来。陈老师给我的温暖，这温暖是滋养，汇集我一生，也影响我一生。我感谢这一段温暖的情分，他能告诉我一个简单的人生哲理，温暖待人。若干年后的56年后的今天，即丁酉年雨水节这天，
我让陈老师坐在椅子上，我站在他您身后，我抚着陈老师微驼的背。你不半个多世纪前的鞠躬，你温暖了我的少年，温暖我一生。陈老师身披紫红大围巾笑了，笑得很开心，舒心和灿烂。你温暖了我的晚年，温暖了我后半生。作家简介：作家许福源近照，许福源，笔名兴霸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市作协会员。主要作品有诗集《早春》，小说集《半夏仲秋》，惊蛰，散文集《瑞冬》，游记印象美国三十天。另有作品散见北京文学，小说林享受月刊，短篇小说香火的和娘亲就大，分别获2012年、2013年北京市职工创作五一文学一等奖。其作品多篇被收入各种选本，散文《盲人玫瑰》被列为中学生课外阅读文本，小说《吊烫栗子》栗子被列为梦高校高考模拟试题。本文审稿张学文，插图摄影。关注文学天空，阅读更多精彩作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